今天我们到 Cornwall， 它的一个非常有名景点叫 Lost Garden， 就失去的花园。这是一进门，这地方有这一丛一丛的花，它的布局都比较好。这边种了一些珠子，翠珠青青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植物之一，颜色非常漂亮，在阳光照射下。到这边以后呢，豁然开朗，这地方有些热带的树，这个热带植物非常漂亮。它这花园设计非常有意思，路非常多，有时候走着走着找不着地方都有可能。看这棵树上长了很多青苔，这种花是比较招蜂引蝶的花，一般你花园种了这样的花以后，就会招来很多蜜蜂和蝴蝶。本来这个池塘里应该有水啊，这是一个 conference 梨树，上面结满了梨。这是他一个雕塑家雕了一个女人在地上躺着。这也是这个公园的一大景点之一，好像睡着的样子。这有几个像是小白兔还是什么，艺术家用草编扎出来的东西。这到这山上看这个 valley 也很漂亮。这有个吊桥，中间很窄，就是绳子。看啊，人呢一次只能走一个人。看人呢一次只能走一个人。这是一个步道，然后上面种满了苹果，长满了，两边的苹果树到中间的地方接起来了。然后这边呢，非常漂亮，它是有一定的距离。然后左边呢，种两个老人，实际上这个花园里边也是个农场。菊花，但那个已经快八月。那边还有个大南瓜。看这边有一个浅颜色的、白色的大南瓜。很多南瓜。这种菊花第一次看到。
这边的花园呢，又是一种别有洞天。这有四头小猪。这动物和人非常有意思，有些人整天忙就做一些无用的工，看着个猪在干什么，它就在那个泥地里在那拱啊。这有两头金羊，这是个旅行团，他们有导游，导游可以进去把马牵出来给他们看。这是个马圈，咬笼子。咬笼子，这地方是蜜蜂。这个叶子特大，看我的手，这叶子有多大，像伞一样的。嗯，哇，看这个叶子多大。这是它坚果的出口的地方，有一个池塘。这棵松树也不错，像是龙爪松，是非常大的，像龙的爪一样。有丛林，还有涉险的地方。